你还找人？你找的谁呀？我说出来我吓死你俩。那谁呀？赵刚子。你找谁呀？赵刚子。哎呀我的妈呀，你上面这人是赵刚子呀？怕了吧。哎呀，你是找赵刚子把我罚到大门口去的是吗？吓死了吧。哎呀，吓死宝宝了。等会儿。哎，大姐我问问你，你认识赵刚子呀？何止认识啊。哦，那你跟这赵刚子什么关系啊？红颜知己，知道吗？哦，这我可得问问啊。哎，他是不是以前追过你啊？什么叫以前呢？哦，现在还追你呢？腿脚比过去还利索呢。这不是胡说八道吗？哦，爸爸，哎，爸爸，你得出来了，这事儿这局面完全失控了啊！哎呀，这我没想到啊，这个怎么了？他俩有关系。我听见了，听见了吧？你信了？我信呐，他能干得出来呀？滚犊子！挺有力度啊，赵刚子都听你的啊？我可听说了，赵刚子这人不好办事儿，除了他老丈人话，一般人话他都不听。他老丈人跟我也不是外人啊。那他老丈人跟你啥关系啊？他是我干爹。哎呦，姑娘啊，你以后扒虾能不能看着点本儿？说话能不能有点准？你知道他是谁吗？我就是赵刚子，我就是他老丈人，干女儿。我是老二，我是范老二，我跟他们没关系。行啊，你们一家人合着伙调理我是不是？我打电话，你打电话咋的？你不就是上面找人告我吗？你告去，我告诉你，你告的太好了。我在这物业干了十几年了，我一直没升。你这一告我，领导找我谈话了，说我工作认真负责。小区的业主给我写了十几封表扬信，说了从今天开始提升我为公司副经理了。好啊！而且领导还说了，以后咱们小区八个大门全给我管。对了，就你说擦大门那活也归我管，关我什么事儿？我告你干嘛呀？我告装修公司，我这活不让他干了。哎呀，成功了，这清静了。哎呀，喂，谁呀？我告诉你啊，我们家装修的活不让你们公司干了。哎，怎么了这是啊？为什么呀？你不是说什么啊？你们家物业有人啊？装修时间你说了算，想几点干就几点干。现在我们家电闸都被人拉了，出大事儿，你人呢？不是我。喂，哎呀，这信号不好，爸，我出去接啊。喂。